听会。大家好，我是余中仁医师。接种 COVID-19 疫苗是预防感染、避免重症与死亡最有效的方式。提醒您，只要符合目前开放接种顺序，并经过医师评估，就可以尽快接种疫苗，降低感染风险。此外，也要特别提醒大家，高龄年长者若感染 COVID-19， 较易产生严重并发症或死亡。为了保护家中长辈，请符合接种顺序的长者尽快接种疫苗。如果是最近身体有状况或慢性病情不稳定的人，请在身体状况较稳定后再安排接种。接种后7日内，请多观察长辈是否有接种部位或全身不适的反应。如果症状持续或没有在2日内好转，请及时就医。最后提醒大家，打完疫苗后持续配合防疫措施，才能远离病毒威胁。生命有菩提，法水有长流，生命便是慈悲造就生命之美。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。两则关于布施的佛典故事。一，曾经有个非常吝啬的人去寻求佛陀的忠固，他完全无法布施。佛陀告诉他，先把小物品从右手布施给左手，来训练自己。当那个人慢慢习惯了布施的想法之后，佛陀鼓励他，把小物品布施给家庭成员，然后布施给朋友，最后布施给陌生人。最后，那个人能够怀着极大的喜悦，把任何事物布施给他遇见的任何人。二，过去有一个人兼贪的习性很重，对于任何他喜欢的总是说我要我要，从来没有说过我不要。有一天在佛陀托钵的回程中，他遇到了佛陀，向佛陀索求钵中的欢喜丸。佛陀告诉他，你要欢喜丸可以，但这当中有条件，我可以给你两颗欢喜丸，然后你必须把当中的一颗再还给我，并且说道，我不需要这颗欢喜丸。为了得到欢喜丸，那个人欣然答应了。但是当他要把手中已拿到的欢喜丸再拿出来时，显然相当的困难，因为他这一生或是累世以来，从来没有把已拿到的东西再拿出去的举动。但是为了得到欢喜丸，他用颤抖的手挣扎地交出一颗欢喜丸，结结巴巴地说道，我不需要
需要这颗欢喜丸。旁边的弟子看了，好奇地问佛陀，为什么要这样大费周章地给一颗欢喜丸呢？佛陀慈悲地说道，这个人悭贪的习气已经许久，从来未曾有过一丝想要布施的行念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未来必定是恶道中轮回的命运。所以，我要在他的心念中种下一个布施的因缘。不要小看今天这样小小的一个善念，将来这个善念的因缘成熟了，凭着这个善念，他将脱离恶道，开始修行，未来将会解脱诸苦，永断烦恼。专修念佛法语。一，世尊一代实教大分为两种圣法，一种是圣道法门，一种是净土法门，这两种都是殊胜的法门，都是释迦牟尼佛所说，若能依教奉行，个个都能解脱生死，故而称为殊胜的法门。二，殊胜的法门细说有84000，再细说有无量无边。道错禅师在这里分为两种，除了净土法门之外的都叫做圣道法门。三，圣道就是圣人堪行之道，就是经由信解行证而解脱，但我辈凡夫皆非圣人根器，若不堪修行圣道者，尚有第二条道路，叫往生净土。净土法门的特点就是，没有修持圣道法门根基者，无法靠自力解脱者，所以要靠佛的愿力到净土去，由诸佛菩萨神力加持，有种种依正庄严的环境，自然成就佛道。五，入净土门后应如何修行？善导和尚立正杂而行，舍杂行归正行，依净土三部经的宗旨来修行，就成正行。这是就行立信。六，正行有五种：一心专诵《观经》《阿弥陀经》《无量寿经》等；一心专注思想、观察、意念，彼国二宝庄严；若离，即一心专离彼佛；若口称，即一心专称彼佛；若赞叹供养，即一心赞叹供养彼佛。
除此五种修行之外，其他都称为杂行。七，五种正行有一定的次第关系。一，首重读诵正行，如果不读诵净土三部经，不了解阿弥陀佛极乐世界，如何能知道念佛法门？如何能愿生极乐世界呢？正因为净土三经是法门的来源，所以读诵放在第一。二，观察正行。一，读诵经文后要依文思维，就好像到极乐世界旅游了一趟。七宝池，八功德水，众鸟说法，天乐明空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依文作观，心生法喜，这就是思维观察正行。二，心有极乐世界这么好，我要去往生的愿心，这就达到愿生西方的意愿了。所以通过读诵而有观察，如果不读诵不听闻，不可能有观察正行。三，礼拜正行。极乐世界是弥陀教主为众生所现，是法藏比丘为我等最苦众生所成就，为我等凡夫所建立的殊胜庄严净土，值得我们深深敬仰和礼拜。所以就一心归命，顶礼投诚，这就是第三礼拜正行。四，称名正行，有礼拜阿弥陀佛愿生极乐净土之心，接着称念名号往生极乐世界，就进入第四称名正行。五，赞叹供养正行。一，经常发自内心赞叹如来功德，不但与清净自性相应，也为自己累积福德资粮，更能使听闻者对佛法升起敬信，乐意亲近佛法。二，对一切众生赞叹佛德，如同在其心播下成佛的种子，无形之中就与一切众生结下学佛得解脱的法缘。三，对于自身而言，在赞佛之中忆佛念佛，心与佛相应，除了口业清净，意业也清净，进而扩大心量，对一切众生所做的善法悉皆欢喜赞叹，即是称赞未来佛。四，佛已圆满无量功德，是世间的无
上福田。一句赞佛的话，不仅让自己与他人种下成佛的种子，更能祸福无量，真契合菩萨普度众生广集福慧资粮的愿行，实为舍一得万的殊胜功德。八，善导大师把五种正行归纳为两类，即正定业与住业。一，就此正行中，一心专念弥陀名号，行住坐卧不问时节久近，念念不舍者，是名正定之业。顺彼佛愿故。二，若依礼诵等，即为住业。五种正行中，别选第四称，名作为正定之业，其余四种称为住业。九，正定之业就是决定往生的行业，行此决定往生，没有丝毫不定。正定有两种含义，一个叫正选定，一个叫正决定。一，正选定是指法藏比丘发48愿时，确定称念我成佛时之名号，往生我的净土，是法藏菩萨选好的。二，正决定是我们今日来念佛，随顺彼佛誓愿决定往生。十，住业是指帮助进入正定业，如果没有其余四种，我辈凡夫很难直接进入正定业。因此为了进入正定业而有四种住业，念佛是正定业，诵经忏悔等是住业。十一，修学净土法门者，内心应该是安乐的。我们往生的世界是安乐世界，极乐世界。我们在通往极乐世界的路上，也应该是快乐的。如果我们心中却有着种种的疑惑、恐惧和不安，那代表对净土法门尚不了解。十二，有人讲忤逆十恶重罪，临终一生十生念佛都能往生，那我不用念了。我喝酒、吃肉、造业、打麻将，没事。到临死再念一句、十句。如果临死果然能念一句、十句，那肯定也往生。只怕到时候很难有因缘能念佛。十三，如果平时都不想念佛，
到临死时还能念得出来吗？这说明众生并没有往生极乐的决心，往生心切之人绝对念念不离弥陀。就好比病人遇到名医所开的特效药，绝对会认为这么好的药我马上吃，不会说我到临死再吃。这就是信心的问题。十四，有人问，若一生念佛，临命终时念不出佛，能不能往生呢？佛说，决定往生。比如一棵往着西边倾斜而长的大树，最终若因天灾人祸而倒塌，也将往西边倒塌。同理，念佛之人临命终时遇到灾难而亡，就好像这树被暴风或其他原因连根截断一样，那么这棵树必然要往西倒。经中讲，自然之所迁，就是此意，因阿弥陀佛愿力所牵引而往西。十六，有人讲，念十句就能往生，何必多念呢？这个想法是错的。经中举十声，是因为他能念佛号的时间很短，短到只有念十声的时间，意欲这么短的时间念十声，一生都能往生。那我们平时如果多念的话，就更能往生。这叫举少摄多。所以善导大师解释说，上进一行，下至十生一生。十七，善导大师说，临终遇法也是福报。平时没有亲近佛法的因缘，直到临死有福报遇到，一样能往生。十句或一句，乃至一句也念不出来，心中有一个念头，一念也往生。十八，阿弥陀佛因地为法藏比丘之时，超发四十八大愿，其中第十八大愿乃是念佛往生愿。愿文是：设我得佛十方众生，至心信乐，欲生我国，乃至十念，若不生者，不取正觉。十九，净土法门讲的就是砖和金，常能念佛，一切诸障自然消除，定得往生。二十，但是我们因为还有罪业，若靠自己修行就有障碍，所以不能解脱。若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成佛的愿力，我们的罪业不构成障碍，所以说一切诸障自然消除。观经说，
念念之中，能除81劫生死重罪。本法语节目感谢中华印经协会提供，并请十方大德继续踊跃护持中华印经协会，宣扬佛陀智慧，推广佛教文化，培养人文胸怀，认识生命本质。护持账号19658482，19658482，户名中华印经协会。各位朋友，我是吴念真。过年又过要到啊，我需要你的帮助，我这些高考的朋友也可以吃一顿好，也可以感受年节团圆的气氛。爱心专线02-2835-7700，02-2835-7700。老大，我们扛了78年了，室内滴水，墙壁裂开了。快了快了，新超峰寺正筹建中，你看老三老四在后面努力撑着，在还没动工前我们都要努力撑住，加油啊。是的，他们是新超峰寺大雄宝殿外四角头台庙角的力士。昭和18年1943年9月30日，自山上旧超峰寺迁移至今78年，新超峰寺拥有300年前由大陆南海普陀山请来镇殿供奉的白衣观音，到此参拜过观音菩萨的信众都感到非常灵验。山门经过岁月洗刷后的灰色调，飞檐翘角，人精神抖擞。殿内主尊供奉华严三圣、释迦牟尼佛、文殊菩萨和普贤菩萨，白衣观音以红白色调为主，雕刻线条清晰明快，面容温润的白衣观音菩萨慈祥中却可感受到历史斑驳的痕迹。右偏殿供奉初祖达摩祖师，右手成拳，左手包住以示善意，圆滚滚大眼睛加上露出的门牙，严肃中带点和蔼可亲。左偏殿供奉正气参天关圣帝君，再近一点，圣君对你微笑呢。准提佛母身上的配饰是不是似曾相识？寺里一对一对的梁柱在造型上各有不同，梁上的题字是警醒，是助导，细致的雕刻艺术更具历史风貌，保存价值极高。抬头仰望日式风格的隔天井，年久老旧有滴水的情况，所以目前可看到大殿外观暂时性大铁架的罩护之下，让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的状况得到大大的改善。陶砖下方为年代久远的孤老石地基，可看出有下陷状况。静谧的大冈山新超峰寺的一扇窗一面翻，蒋觉新大师打造的青斗石天宫炉栩栩如生，细腻精致，还有很多值得探访的角角落落。邀您随喜共修修善功德，延续观音慈悲愿祝佛殿。邮政话拨00-44858-4，00-44858-4，户名新超峰寺，电话07-631-2291，07-631-2291。